王志刚底角的 wide open 机会，三分球局。哦，是这个后挡的战术其实非常的简单啊。哦，这边双方有一点点肢体的碰撞出现。哦，双方冷静啊，现在每一场，甚至每一场的战绩，每一场的胜场，其实对每一队都是非常的重要啊。这应该是在双方有一点卡位的时候，应该有一点点肢体碰撞。对。哇，那这边还吹了一个补吹了一个 T 啊，做了双方，这是一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并且是吹判台湾啤酒这边有一个技术犯规的出现，应该是刚刚有一个比较激烈的比较大的动作。对，如果是双方犯规的话，原则上这个底就是会啊。我拿在这边，因为由于这其实是一个比较严谨的状态，裁判老师也认为是用启用电视辅助判决来做一个最后的确认会比较好一点。对，现在对双方球队也会比较公平啊，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结果了。应该是和刚刚的宣判是一样的。对，还是维持原判。没错。吹的是吕其敏的技术犯规，黄正凯要来进行技术犯规的罚球，是稳稳的罚进。在刚刚这一波的身体碰撞上面，感觉起来吕其敏不是事主，好像有一点是去劝架的，对，反而被吹了一个踢，但是因为他有一个出手，就是手推了一下的动作。